真係好大。我頭先做訪問，我聽我話，我攞住呢個獎嘅時候，再望到佢，我諗起我哋第一日喺劇組見面嗰個情景，行下行下就行到嚟呢一步。行到嚟呢一度咯，係、啊。所以成件事都好，好好夢幻啊，同埋都係一個好好嘅、好開心嘅、好圓滿嘅一個結果啦，係、係。三位有冇特別講咩恭賀嘅説話？剛才有給我們一個大力的擁抱，他說他攬到我的臉歪了，我心想、雖然我是即他是我童年的偶像，但是都不用即是勢力少少好了，我就是不是我曬了命而已。但是還有什麼不記得多謝的要剛剛沒說到好多啊！我這裡多謝編劇吳偉倫先生，我剛才不記得多謝的，多謝 Jack，仲有好多三包袱嘅團隊啦，係啊係啊，Karen 啦、玲姐啦、Dora 啦，跟住實在太多排啦、排整頭髮啦，咁跟住仲有副導演組啦，咁又有阿橙啦、阿 Sam 啦，跟住仲有阿 Jeff 啦。其實講下講下就成隊呼啦。啊，丹妮咁啊，阿老公有冇好開心啊？超級開心啊！我諗應該佢都同我一樣咁開心嘅。我想爆少少嘅大鑊。我頭先我坐我哋兩個一起坐啊嘛，跟住咧我一翻嚟我係見到佢係流，即我係咩？喊緊流淚啊！係啊，我係。因為我在那拍手，哎呀，你上台在那拍講嘢，跟住我就好感動啦，我就好想講恭喜你有一幕咧。佢仲勁過你喊得。跟住我話你喊啊，跟住我就拍拍佢，恭喜恭喜恭喜。你頭先自己都喊得好誇張。係啊。唉，咁係啊，睇住，真係覺得好替你開心喎。多謝。一個總結咯，可以話真係，因為呢個意義對我特別重大，因為我家鄉都會睇到。是近鄉情怯，我是一直都覺得我要有一個成績才可以對得住我家鄉的鄉親父老。鄉親父老是是是啊，我拿了女配啦，大家可不可以列子語啊？現在成績都好啦，下一次就是女主角的了。啊，提名女主角或者拿女主角，首先你要做女主角。我希望我有下一個做女主角的機會。快的快的聽到了，聽到了，各位老闆，各位老闆。我自己覺得我能夠拿到新演員已經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鼓勵，還有自己第一部戲就不會那麼快想那麼遠，說一定要拿女主角，我相信自己這條路還可以繼續一路一路可以繼續努力去向前行的，所以希望有朝一日啦，但是我自己覺得我是要再拍多啲好嘅电影先嘅，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